接下来请收看妙香佛国彩云南线。族是西双版纳主要民族，南传佛教于中国隋唐时由缅甸传入云南西双版纳。特别重视孝顺的傣族人民，男子多会以短期出家功德回向父母。海涛法师带领大众来到傣族园中，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满春满古佛寺。寺院中僧俗欢喜供养香花，恭敬迎请。佛法生三宝，尊敬的阿扎利亚、海涛，还有各位诸三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善男信女，大家下午好。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双版纳曼孙蒙古佛寺。那先这样刚才我们叫阿扎利亚，阿扎利亚是导师的意思，我尊称为海涛师父叫阿扎利亚。那现在呢，我引起我代表曼孙蒙古佛寺的主持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也很荣幸，我们每次见到阿扎利亚导师呢，每次都邀请来我们西双版纳，每次都答应，现在已经实现了。这是我们西双版纳的一个福。还有很多听到阿扎利亚导师的光碟已经很久了。刚才我又问了他们说，不对啊，我们从小就很小就有些已经听到导师的开示，开示呢容易了解，容易知道，容易懂。佛法事实上是不是很多人误解说佛法太奥妙了，都听不懂，
才是生存之奥，不是这样。佛法是要听得懂，佛法的整个佛陀讲四十多年的经都是拿来用的。怎么拿来用呢？是拿来断烦恼。佛法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断除烦恼，我们断烦恼我们才能解脱。刚才那个导师已经很客气讲啊，实际上是要请大家开始佛法。实际上我很久也是在听海涛导师的光碟，我也在听，我在学习汉文啊，然后也是容易听得懂啊，容易了解。那特别是我们在中国大陆这边的书写的知识啊，都能够听闻以后啊，都才了解什么是佛法，佛法的意义是什么啊，大家都很才明白。所以西双版纳呢，它总共人口傣族这边有30万，信仰佛教都有29万，所以西双版纳呢是一个地州两县一市。寺院就是佛寺啊，有587座。孙村有寺院，这里是随时橄榄坝，这是蒙罕镇的中心佛寺。有这边有42个佛寺，当当蒙罕镇这里一个镇。所以苏扎人三万念包括皮姑扎起来呢，今年可有4000多。然后还有只要南川这边，就在云南这边，包括德宏啊、石毛林山啊等等，加起来可能是8000左右寺院可能有2000多座。就像西双版纳呢，这座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寺院佛寺，这里叫古佛寺，用文革的时候没有破坏所建筑的一种这个是按照傣族的风格所建，都是用木头来建。这里古寺院呢是有说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个当当这个大殿呢有700年，但是它修了5次，所以一直在修着保持它，没有破坏。这边呢信还是南传佛教，傣族各个方面一从小就认识了解，就以都会皈依佛门，佛法生三宝，他们有这种因缘，所以大家也是很殊胜很因缘，跟随导师的学习佛法，认识佛法。这一次上在我在台湾的时候，扎利亚导师他也说他不敢用什么方法能够利益大家和度众生，他都要去学，要去做，这种导师这种大愿呢，才能影响很多我们大家，会利益大家能够多听闻佛法。佛法不是不管汉传、藏传、南传，都目的还是一样，它只是一种有些传承它不一样，有些都是还是保持完整的，但是南传这边呢，它比较保持那种原始因为它还在这在热带地方，包括披袈裟也好啊，包括生活托钵饮食啊，包括修行的四谛都以巴林的三藏为主，又没有更改。所以不管我们哪个派都有戒定慧，就像我们戒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道德，如果有戒的人，有戒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和谐很和睦。戒它是断我们的初等烦恼，戒它所奉出来都已是代表慈悲，第一不杀生，
每个人，我们也爱每个人的生命，不希望伤害对方，这个也是一种慈悲，慈悲心。别的东西我们不要，也是体现慈悲。我们不破坏别人的家庭，也是慈悲。我们不骗别人，不说假话，不希望伤害到别人，不希望大家流泪，等等，这个都是体现慈悲。为什么饮酒、吸毒、饮酒啊，各方面呢、啊？大家很清楚，因为我们吸毒、饮酒是失去我们的念力和觉知。如果你犯了这条、第三条，四面前面第四条都会犯，所以人失去了那个正念正知的时候，我什么都会做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守好这个五戒，就断除那种烦恼啊。对，如果守第一个戒，每个国家每个人守第一个戒，世界就会和平。守好五戒，社会各方面会稳定，家庭会和睦。如果不守这个戒，我们生活就不安，所以就是初等烦恼，大家都要，都会感受到，大家有一体现都会知道。中等烦恼什么？我们叫五盖，因为五盖呢，它要高一级。如果我们没有定力，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烦恼啊，心散乱啊，心容易昏沉啊，怀疑啊，嗔恨啊，有欲望啊等等，就五盖这个它就盖住我们的心，没有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自由自在，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定？如果我们修到刹那定、静心定、安止定，然后我们就修到四禅，一禅、二禅、禅、四禅修完，我们才能把这个五盖才灭息止息。如果我们得了到了禅那，我们就断除中等烦恼。但是这个烦恼呢，它是还是只是盖住它而已，定它整个是盖住。我们必须要靠修观。我们真正的心有定力，有很强的一种禅那，然后来观三法印，我们才能看的一种我们明跟色然后怎么看它的缘起生缘起灭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无常无我这个境界。如果看见真实看见了，我们心才能彻底的放下。如果修慧，都会断除，就是慧就是观了。然后看见无常苦不无我，这个我们会断高等烦恼。高等烦恼的主意是什么？贪嗔痴。我们如果按照戒定慧时修的，我们会断的一切烦恼。所以大家跟随导师的，都听闻佛法，然后再实修，这个是很殊胜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跟随导师所以大家已经有这种因缘，都要好好学，好好修，能够正道为主，我们才能了断生死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现在我们请阿詹给我们做一个开始啊。谢谢我们大法师的慈悲，各位终于没有浪费来西双版纳。你到西双版纳来听闻了佛陀的原始原味的正法，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人有烦恼就会造业，所以造业就会轮回受苦。特别刚刚讲了最出众的烦恼是什么，念一下：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喝酒吸毒因为这些出众烦恼它就会让我们堕落三恶道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
手持戒律。这佛在世以佛为师，佛不在世戒为师。特别各位在我们上座部佛教，就是南传佛教、原始佛教，看到了佛陀的形象，这是最宝贵的。像我穿的这个还叫汉服了，这个是唐朝人的衣服。那我们上座是比丘的，穿的是原始佛教的衣服，要不要穿啊？你要说要，做梦要穿啊！没穿没关系啊，等一下懂得供养就好了，供养袈裟好不好啊？那也很伟大，你自己穿不到供养法师。所以刚刚我一听，好像我们这边还有4000多个西双版纳，对啊，4000多个出家人啊，各位中包了。刚刚我问了这个大比丘的一套袈裟200块人民币，小沙弥的100块人民币，赶快准备啊！总共4000多套，好不好啊？随缘就好了。那是代表一种戒律啊，所以我想持戒为入道之门。那我等一下也要请求我们大比丘慈悲，各位就在这个1000多年的寺庙皈依三宝，好不好？因为呢，能够皈依是个信心，进一步呢，手持戒律啊，持戒以后，那我们就不会堕落三恶道，而且现世有福报啊，一切满愿。那进一步我们要断除更高的烦恼的时候啊，让我们要修禅定啊，修禅定来消除五盖啊，念一下贪。嗔、疑、调举、昏沉，昏沉就是度孤了，爱睡觉，爱睡觉你没办法修禅定，怀疑也没办法，调举就是胡思乱想，所以有一个不好的欲望或爱生气，这种烦恼你就没有办法笃定，当然我们。佛教讲的定啊，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刚刚也听我们法师说了，这边有10天，下回来这边修禅定，好不好？你要持修啊，佛法道理大家都知道，但一生气的时候，哇，乒乒乓乓啊，就代表你没有持修啊。所以呢，你要定，定就是调伏你的心。不会心不会被外界影响啊，有这个定作基础呢，进一步的修慧啊，慧就是一种观照啊，能够真实的断除我慢我执，能够真实的得到解脱。我想这是学佛的根本的目的啊，你能够有这个想法这么积极啊，那么就这个真实有佛法的出离心啊，虽然我们很喜欢说哦，我们是汉传佛教，我们修大乘，我想基本上佛教里面也没有分的大乘小乘啊。如果你懂得道理，像我们大法师慈悲愿意告诉各位，这是不是大乘啊？这个才叫大乘，把佛法的基本道理能够弘扬出去啊，自己得到利益，也愿意别人得到利益。所以我想，如果人人大家都能够对三宝有信心和皈依三宝，进一步我们懂得守戒律，以悲心不愿意伤害众生啊，进一步我们又能够布施啊，护持三宝，帮助老人，明天我们要放生了啊，所以甚至我们供养三宝，布施袈裟，共生呢，那你就有福报。那进一步我们要有智慧，那为了要智慧，就要多听闻佛法。那听闻佛法以后，我们能够实修，实修啊。所以，当然站在我们经常喜欢讲《金刚经》啊，就是说你要把这些道理融入在你心里面，你就能够有空性啊。但是虽然讲空性，那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戒定慧，八正道。所以各位要把这些不断的
文师啊背下来啊会用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特别在一个正式传承1000多年的地方啊。然后呢，愿诸佛菩萨让这个戒定慧，让这个解脱道能够种植在你的内心里面。所以各位，这个世间是快乐还是痛苦的？要分两方面的啊，本质是痛苦的，对不对啊？但是因为听佛法才有一点快乐。现在你坐在那边，跪在那边，是快乐还是痛苦啊？痛苦啊！但是因为听闻佛法快乐啊，所以要分这两方面来讲啊。世间的身体、感情、家庭是快乐还是痛苦了？痛苦啊，本质是痛苦的啊。但是因为你有戒定慧啊，了解它是假的，你消除贪嗔痴，所以对你来讲就超越了啊。但是如果你不懂，哎呀，永远在痛苦里面啊啊。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事情要做智慧的关照啊。好，阿弥陀佛啊。不好意思讲太久，我们坐得很舒服，你们坐得很动很过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供袈裟，好不好啊？啊，你们的人民币就代表袈裟啦啊。你各自发心，然后呢，发完心以后，那我们会几位代表，好不好啊？因为我们短短2天没办法4000个都供养到，但是我们尽力就好，好不好？哎呀，先生努力赚钱啊，你替他供养一件，对不对啊？爸爸往生，你替他供养袈裟，爸爸能不能得到福报啊？可以啊。你替你儿子也供养一件，替堕胎胎儿更要供养啊。你自己发愿，你供养一套两套都没关系了，你供养100套也可以了，但是反正有4000个也补不满，但是你自己要发愿啊。三宝的功德不可思议，供袈裟可以消除魔障，所有安全啊，每一件袈裟都代表佛陀的袈裟。所以那一天我们去华首处，大家好像得到一个袈裟传承，现在供养西双版纳4000多个出家人啊。如果他们还有半短期出家，就更多了啊。但是我们大家随份随缘随力，那就好了。我们按照请求阿张说的是，我们先做先礼拜佛啊。我们拜完佛，我们受五戒，受五戒我们再供袈裟，种袈裟我们再做一个功德，做功德回向。阿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赞布达萨南无达萨阿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赞布达萨布唐萨拉南嘎查弥唐芒萨拉南嘎查弥桑杭萨拉南嘎查弥。好，各位已经皈佛皈法皈僧皈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愿意做到在这一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你这辈子有保障啊！皈依三宝，也不会堕落三恶道；持一条戒律，至少就升天了。又懂得布施，将来富贵也种下解脱的因了。这样值不值得啊？刚刚越痛，消业障越多啊！所以我想，我们愿意修行，就是要找到生命的意义，这个最重要。他们做回向，等一下要回向用的啊，任何功德，特别布施，都要回向。那回向的时候，他们的做法里面有水，慢慢倒出来，就是等于功德布施出去一样。
等一下。一时当巴地当东忙起巴咩瓦萨米萨杜萨贝波仁杜桑卡巴赞多巴那拉苏亚他玛尼祖地拉苏亚他。你们合掌就行了。萨巴罗波维那三都玛地帕瓦丹达拉哟。好，大家说三次哦，我们念。正法及诸世界跟念布达萨萨囊吉兰迪塔都布达萨萨囊吉兰迪塔都布达萨萨囊吉兰迪塔都萨都萨都萨都。好，功德圆满。等一下我们大比丘跟各位要洒净水，各位要观想啊，所有业障消除，好不好？电视台梵音妙语时时闻，菩提花朵处处开，弘扬佛陀众善法，慈悲喜舍乐开怀。各位菩萨，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弘扬佛陀所有正法，放生、护生、吃素、念佛、诵经、持咒，帮助贫穷、造佛像、造佛塔，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也更期望你来护持，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